好想喝这个水啊，给我100块我喝一口这个水。那我真是病得不浅。我是孙佳，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吃与农场烧烤芭比鸡。这两个羊在干嘛？太有田园的感觉了。树上鸡，鸡中战斗鸡。好多橘子啊，我可以尝一个吗？你们要吃吗？怕酸。花一份钱体验整个乐园。想干嘛干？挖条蚯蚓钓鱼。不信你敢？就放一半一半吧。就这样。非常舍得，捞点这辣的，加一点这个不辣的里面的汤，就是一份不咸不淡刚刚好的麻辣。刷一下，一定要刷吗？我觉得上面会有腥味，有牛肉汤会有腥味。是吧？人生很长。大扇贝，好吃。好吃。吃饱啦！一、二、四、五！明显，这就是不在两个人头上。